这个地方没剪好，这个地方不修也会发炎，快了，过不用不了几天就会发炎。这个、你们修啊？修修给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，坐好，坐好，坐好。你坐好，哎呦啊！这里面都有脓了，别动啊！曹哥，你坐好，曹哥。别动。来啊！在这里。泡的50，泡的5.20吗？行，先好50。5.20吗？一分不多，一分。什么等到时候我家车准的哈，快好了，这长多深了，看见没有？看到了，老妈再吃一吃，又像上次那结果。长肉了。对，长肉了，又不能走路了。他这个是吧？嗯。自己剪断的。剪断了，你别等着。现在手不要剪了啊！我自己剪的感觉。哎，别动好了，已经好了，已经好了。我自己剪的感觉跟手剪的感觉完全不一样。那肯定人家还倒血呢，你面什么哭的直接。那你那些做了交不完的，那就我做。我有做就去做了，我做了就做不完。我有交不完，所以他就讲交不完。然后交不完呢，我有人拿钱，你们两个去做的，我瘦死的了，疼不能走路，一旦疼了。我们那一个女的去做医疗，做了怎么的？又不影响吃饭，又不影响睡觉的。全等着他呢，我做。是不是的？你要跟他说话，又不影响吃饭，又不影响睡觉，又不影响干什么？那他家那小孩就亏了。去。他妈说啥来着？弄错人了。嗯。不是，咱叫我去拿什么东西给你吃？拿耳机嘛。是吧？没有，姨没来。走。姨阿姨没来。好，你看一下啊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没有。你用什么剪的？你有什么剪的？帅哥，你什么剪的？指甲剪。就我想跟那个指甲剪就够了，再给他搞出来，然后剪掉。我说呢，怎么这样？都断一点点，真的。哎，他们给我去啊！我找上了个鸡了，是不是？鸡呀。你这个脚如果不剪的话，修着过瘾。跟剪的，洗过机你去拿看看。